冷，刚好这个门这样子。啊、没有啊，这有冷气啊。可是这这外面差太多了。啊，对啊。啊，为什么这里面可以维持这么凉？有冷气，它就有这么夸张？那可是这个冷气很强，它这样才会那么干燥啊，不会湿湿的。所以厕所太舒服了。都想在厕所睡觉，去吧，睡觉哦，回来的时候再叫。切，哇，全雷打！哇，这个地方会忽然间啊，这么忽然？刚才没有觉得刚才那个地方会忽然间比较陡，就这么夸张。